他不是你的生身父亲，对吧？昨晚他出手，虽然要杀的是我，但丝毫没有顾及你的安危。昨晚，你大可拿我要挟父亲，为何反而要救我？你虽然利用我逃出龙家，把我带回了幻化宫，但是你本性不坏。况且。 萧某希望碧落公子能加入我听雪楼，说不定有一天萧某还需要少公主出面才行。事到如今，萧楼主还如此牵挂听雪楼，这一声楼主之命，萧某绝不能辜负。 早知道，我就不该把你带回幻花宫。确定幻花宫就在这山顶上吗？此山谷花品繁多。 最适合在此处饲养奇珍异草，而整个山谷中间最无可能到达的地方，便是这山崖顶端。无论从外形还是从饲养条件来说，幻花宫的所在定然在此。自从昨日到达此地之后，我们便派人在此观察了一天一夜，附近确实有幻花宫人出没，但是常常来无影去无踪，不知其入口究竟何在啊？ 此处应只有一条入内通道，整座山犹如一座宝塔，旋转而上，绝无其他出口。可是，据子墨查到的消息，这幻花宫遍地是奇花异草设下的陷阱，就算我们找到了入口，也根本难以突破。这幻花宫四周都是深渊，难道就没有想过越过这深渊，直入幻花宫吗？绝无可能。 此崖顶距此有数百尺之远，即便轻功再高，也难以攀爬。如果等不到薛姑娘前来相助，强行闯入奇花阵，我们等于是去送死。如果南楚再没有消息的话，我便一人前去。前辈，还劳烦您带众人在此接应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，眼下。 我们连疫情是否在幻花宫都无法得知，我们还是先回去，另行商榷为妥。我们走。高欢，立即去找入口。 我现在就去救人。 哎，这个孩子简直跟疫情是一样的倔呀！跟我去看看。 是毒瘴所致，浓雾才会凝聚不散。金丫头，莫冲动，快出来啊！哎呀，我们先进去，把他找回来。众弟子听令，你们在此守候。是。
金丫头，金丫头，金姑娘。金姑娘，此地处于山坳之间，这片区域被前面山谷阻挡影响，终年不见阳光，迷雾一旦聚成后便很难发散。不过这迷雾有问题，倒是像浣花宫之人所谓，浣花宫的入口应该就在此地。机关一定要小心。金丫头，金丫头，金丫头，金姑娘。金姑娘，金姑娘，金姑娘，金姑娘。学武前辈，金姑娘，齐华镇有人闯入。哼，我浣花宫向来无人敢闯，想必是听雪楼之人，速速派人去增援齐华镇的机关，只要进来一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刚才你们都中毒了。何儿，何儿，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这什么都没准备，你看。不必麻烦了。小莹见过父亲。爹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小莹与我已在龙家见过面，当时我还不清楚你的身份，没想到你就是浣花宫的少公主。若真要论身份，明和姐姐才是浣花宫名正言顺的少公主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你就已经清楚我的身份，只是没想到你竟能在龙府潜藏如此之久，这次真的多谢你，才能把浅碧蜘蛛花的种子偷出。小莹当时有任务在身，不便多言，还望明和姐姐见谅。你前来就是为了汇报听雪楼有人闯宫吗？回父亲，舒静荣亲自带人前来，但他们并未闯过齐花镇，看来此番他们找来了不少高手。只是这听雪楼怎会如此快地得到消息？他们
又怎么会知道萧逸晴就在我们的手中呢？我这次前来，就是想告知公主，拜月教可助幻花宫一致对敌。母亲的死，公主心中有恨，明和也有复仇之意。拜月教必定全力相助，以报幻花宫公主相赠浅碧执烛花之恩。那小银就替幻花宫先行谢过了。多谢小台啊，此次营救你就不要参与其中了。爹，我也是听雪楼的一员，我是一定要去救师兄的。你自己的武功有几斤几两你还不清楚吗？爹是坚决不同意的，你就留守在此以作增援吧。爹，不管你支持与否，我都一定要去救师兄。如果你们不同意，我也会想办法入幻花宫的。你，我同意池小台带人从奇花镇攻入。我们兵分两路。这幻花宫只有一个入口，如何兵分两路啊？还有一个入口，天亮前我必须攻入幻花宫。难不成你想徒手越过那深渊？不错。出发前，高欢根据蓝雪阁所得情报，查探过幻花宫的地形。我也让黄泉取来了冰天蚕丝所编织的绳索，此冰天蚕丝极轻，且非常的坚韧。我想，或许能通过那弓弩之力，越过那百尺深渊。不行不行，此法太过危险，更何况，黄泉尚未感知，若没有冰天蚕丝的话，此法更加是凶险万分呢。事到如今。就算没有冰天蚕丝，我也要试一试。金丫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可有什么隐瞒我的吗？为什么此次营救你如此的心急呀？啊，金丫头，万万不可，若是一命抵一命的话，老夫坚决不同意。前辈，前辈的好意阿静心领了，但是我心意已决。你儿，父亲，银儿，方才我见你与明和的态度，想必是心中有不痛快。为父知道，你一定想不明白。我为什么对你和明和的态度如此不同？小莹知道，我并不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哼，非也，是我对你二人的期许不同。对于明和，我是一个失职的父亲，他又刚刚失去母亲，一个人无依无靠。我对他的关爱自然会多一些，但你不同，你是幻花宫名副其实的少公主，将来幻花宫要交到你的手上，如若你不够强大，你如何撑得起这幻花宫？那日我欲杀萧逸晴，花骨针可是贴着你的身边飞过去的，我就是想给你个警告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卸下防备，如若有一丝一毫的懈怠，都会令幻花宫进入万劫不复之境。小莹明白，父亲严厉以待是为了我好。先前安排你入龙家，是为父专门给你安排的一个立功的机会。如若要成为幻花宫的主人，休想指望从为父这里得到一丝的温情。必须经历磨难，有朝一日才有可能独当一面。为父的苦心，希望你能明白啊。小英明白。
没想到他早已布局好了一切，要让小银接管幻花宫。楼主，这万年冰封的滋味可不好受吧？华莲之死必定另有隐情，对吧？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了你自己。楼主被困在幻花宫多日，很多事情也许不太清楚。先前你是被小银带出了龙家，你可知道为什么小银要把你带走？是因为小银把龙老夫人杀了，他要把此事嫁祸到你的身上。楼主离开了莺歌雨，自然不知，连累的却是靖姑娘。青崖以两月为期，靖姑娘必须查明老夫人被杀的真相，否则，青崖就算倾尽龙家之力，也会要整个听雪楼为老夫人陪葬。听雪楼为了救楼主，日夜兼程赶至幻花宫，可结果呢？这靖姑娘一心为了救你，却忘了她与龙家定下的两月之约已实现将近。眼下，恐怕龙家的暗卫已经将听雪楼重重包围，只待追杀令一出，听雪楼便难逃此劫。靖姑娘可谓是腹背受敌。楼主，你先别急，好戏在后头呢。先前我在幻花宫的消息是你传给听雪楼的吧？萧楼主果然是江湖之首，连我的一点小心思都瞒不过你的慧眼。明和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。楼主，你还不能死，我要让你看着舒静荣和整个听雪楼为你而亡。时限已到。是。
情，我在花花宫等着你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犯我听雪楼？先前在龙家，萧楼主杀人而去，音信全无。我答应静姑娘给她两个月时间查明真相。如今大限已到，无论如何，你听雪楼要给我龙家一个交代。楼主跟静姑娘都不在楼中，我岂能相信你的片面之词？待他们回来，真相自会大白。看来萧楼主是有意推脱此事。住手！先前在莺歌雨，你以龙家追杀令，逼静姑娘为老夫人之死查明真相。那时，你是否已知楼主并非真凶？现场留下的证据，确实有些可疑，但他无故失踪是不争的事实。听雪楼既然说给个交代，就应该言出必行。楼主已经得到了浅碧蜘蛛花，为何还要多此一举？杀害老夫人。相反，小莹盗走花种下落不明，足以证明她在来龙家之时就已动机不纯。你要报仇，理应去浣花宫，而非听雪楼。今日龙家来犯，听雪楼可既往不咎，但也恕不招待。还请青崖家主立即带人撤离。我就当真如此，不招你待见。萧逸卿今日不在，若今日非要与听雪楼为敌，你当如何？千妹自当与听雪楼共存亡。这花虽美，可一旦摘下，就无法再绽放。但无论如何，它曾经都令人赏心悦目过。要是能永远保留这一份美艳，该有多好！走快点，怎么年纪轻轻的身体那么差？薛姑娘若是休息好了，还请上马，我们赶路要紧。喂，你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啊？从秦婆婆收养我到她死，我都没有踏出过这里半步。再说了，我这第一次出远门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莫名其妙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我可就赔大了。薛姑娘放心，有我南楚在，定会保护薛姑娘周全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
上马。哎，男主哥哥，如果我这次替你解决了难题，你可要带我去听雪楼。此事在意吧。好，君子一言。驷马难追。松开，快走啊。去。教主，人带来了。吸引刀怎么会在你那儿？我师兄到底在哪儿？你先别急，这回我们全按听雪楼的规则来。听说只要顺着听雪楼的买卖标准，以同等价值的条件交换，听雪楼便会接下委托。可有此事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可知道，你师兄在昏迷的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他的靖姑娘。这次我找你来，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你我联手，各求所需。你心里应当清楚，你看到吸引刀就马上跑来找我，自己为的是什么？我的事不用你多管。那么你师兄的事可有兴趣？你可知道你师兄在龙家可是因为舒静荣才受的伤？原来是舒静荣连累师兄受伤。这次舒静荣攻幻花宫，正是你我最好的机会。我杀了舒静荣，你替我杀了小银，一举两得。可你的武功根本就不及舒静荣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的武功虽没他好，但在南疆境内要杀掉他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只要你告诉我舒静荣攻幻花宫的计划，我们的交易便十拿九稳。你可记得这是什么？这是进城沙谷的机关图。你没错，你可别忘了，若不是当年你遗失此图，拜月教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攻入城沙谷。要是等舒静荣知道了，他可不会轻易放过。若是你想好了，就把吸引刀给我，我要把它放回萧逸晴身边。当他有危险的时候，尚可自保，否则我不能保证萧逸晴能安全离开幻花宫。听雪楼的人已经开始闯阵，小银，你带齐人马，务必把他们拦截在齐花镇。是，小银这就带人前去。妹妹，听雪楼可不好对付，妹妹千万要小心。谢谢姐姐。何儿，公主，我已获取听雪楼的进攻计划。
大家小心，此处迷雾诡谲，机关重重，大家尽可能少呼吸，千万不能踩到陷阱。大家好像走散了，一定要小心。发生何事？春花小筑何在？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虽然我们提前服了红尘准备的汤药，避免毒气侵入，但这似乎对迷雾没什么效果。这里不仅有毒瘴，空气中还有别的气味，会影响人的心智。那又如何？即便牺牲再多，只要能救出师兄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走。来不及等冰天蚕丝了，萧逸晴，你等着我。你先走。石姑娘，你干什么？雾气已经迷失了他的心智。雪姑娘，看你的了。雪姑娘。应该可以了。多谢雪姑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放开！这位姑娘中的是奇花之毒，如果你尝试压制住她，只会让她体内血气翻涌，反而会加重她的伤势。放开我！我杀了你！那该怎么办？放开我！杀了你！放开！师妹。什么去了？你刚才中了奇花之毒，多亏薛姑娘救了你。那我们赶紧去幻花宫救出二师兄。小太，且慢。现在毒气虽然已散，但其根源还在。如若我们不把它彻底摧毁，
怕是难入虎口。那怎么办？雪姑娘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据我推断，山谷的毒性来源于这些奇花，奇花的毒性融入物中，会使人产生迷幻嗜杀的效果。即使你们捣毁这些机关，今后幻花宫还是会利用这奇花的毒性造出更多的陷阱，倒不如将此奇花阵彻底根除。有劳雪姑娘。苏静茹，你胆子倒大，竟敢以此法攻入幻花宫，看来是想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意。假若若恢复了往昔的记忆，究竟是会留在我身边，还是会回头去寻他？不，我绝不能冒这个险，假若必须是我的。若绳索断裂掉落了悬崖，任谁都是尸骨无存。在天上落过泪的月是雪，在心里下过雪的人。